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！发生什么事让动力火车叔叔暴怒啊？今年进去来势汹汹，光是新人奖就有七人入围，呼声很高的安娜却成为遗珠。安娜五日与动力火车演艺阁 boxing 一同出席活动，被问到进去问题，动力火车反应有点惊人。那这次没有入围，会不会觉得？当然还是会，但是我觉得，就继续加油吧。对呀、啊。妹子有说什么吗？对啊。跪下。喂，别闹了啦！身为金曲前辈的动力火车也给新人很多建议。我们之前也有这个入围过新人奖，我们也没拿到，所以是不容易。有没有得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有入围，其实大家都已经这个看到你了，也肯定你了，所以我觉得，开心自在，好好的去享受这个感觉就可以了。对于师妹演艺阁入围新人奖，师兄给予很高的评价。那要带什么幸运小物加持？这样的回答真的太爆笑了。幸运小物，内裤不可能吧？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幸运小物。我觉得这个幸运小物可能是也是心理作用了。那最主要还是自己的实力被肯定是最重要的。没错，实力还是最重要的，平常心看待就好了。